那我自从跟你同学了过后，我每天晚上你睡你那里，你让一下我，你让我这一次真的不舒服。没有沟通，你不讲你跟我讲，放掉一个人在你不想沟通。你可以出去睡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。OK， 现在是凌晨的1:17。OK，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要拍影片呢？因为通常这种时候呢，他都会去我们的工作坊啊，在干练点东西。我就不懂为什么，就是他就是很喜欢在这种时间点呢，就是很喜欢霸着我的工作坊。然后我进去又不是没有位置坐，但他每次嫌我嫌东嫌西这样子。哎 ，OK， 我出来。OK， 很奇怪。然后今天我就想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题来玩那个米食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影片？你讲了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让一刻呢？哎，你可以不要在我隔壁吗？我讲走，走。那个时候我一直叫米斯，我就很凶，我就是对米斯很凶啊，跟他讲，你可以出去嘛，你可以不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嘛。今天这个影片呢，就是类似这样子，可是今天呢，我不是叫他出门，今天我就跟他讲，我不想和你睡。不行，你可以不要每次给我那个红红红那个脸吗？为什么我突然间会想要拍这个主题？是因为通常米斯在那工作坊一忙完了过后，他一定啊 100% 101.1% 啊，一定会进到房间，然后躺在床上不就不动了，真的他就不动了，还躺在床上，就整个 shut down 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玩他，我就是想跟他，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，我想要跟你一起睡。就讲出来其实好像蛮爽一下，我不可以讲的嘛，可是如果这样的讲话，其实原来其实蛮爽的哦，可是讲完了肯定会死。可是不用紧，今天为了你们呢，我做梦 yes。 然后我就可以想象到那个米斯会跟我讲啊，周末要出去，我真的心情不是很好，你不要惹我的。如果到最后他还是不要出去啊，我就会凶他。哦、oh, yes， 终于有机会凶他。 yes。 一点都不可以。好了，各位，所以现在话不多说，因为我相信米斯很快就会进来房间了的，然后大家就等着办了。OK， 各位，现在你们看一下后面，你们觉得乱吗？是有一点点乱了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只是更乱的，我已经大概照了一点了，不然不能看了。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知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24 hours later， 105度的你，滴滴清晨的蒸老手。做完东西了，心情不是很好。你可以帮我按摩吗？好累。没有，你有买那个按摩的那个机器吗？没有，我要我的腰。那个可以按颈，可以按腰，可以按身，可以按脚。我一直这样子按的话很辛苦。什么叫做你一直这样子按里面？就是买我的腰，我要一直这样子拿，这样顶。你就不要顶着哦，我已经连续7天，一天都帮你按摩了，还酸的。你哪里有病？那起码每可能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怎么按啊？乖。那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嘛，所以。那边。又哪一边？啊、你要跟狗玩，你就不要叫我按摩了。不是，帮我按这边。OK。前面一点。你还跟狗玩，我就不要按了。下面一点，我没有跟狗玩。Don't lick my bed。别讲，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啊，你。这边。下面一点。哦，小一点，很痛，右边一点。你到底是上下左右哪里的？很痛哦，酸。15 minutes later。妈妈，我要。你要休息啊。你要休息，你出去休息嘛。没有，你很累，你要休息，你出去休息。你不要拿那 blanket， 你怎么拿那 blanket？
准备好了没有？哎，你可以出去睡吗？你啊？今天可以出去睡吗？什么叫出去睡？我们不是买了新的沙发吗？外面那灰色的。好。去休息啊！你不是每次讲那沙发很好睡？不要在那休息，我要在房间休息。对，可是你每次讲那沙发很舒服，我要睡觉很好躺。睡呀、啊，你又不是没有睡过。我等一下我要睡啊。你出去睡。我不要去外面，然后又进来。你不要进来，你出去不了，睡就得进来。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很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是来月经了，我讲。就 OK 啊，我现在很完全明白你的心情。就有时候你看我看到很不顺眼啊，不是因为你觉得我很讨人厌，是因为你的月经弄到你觉得我很讨人厌。以前我不明白这种事，现在我开始明白了。当一个人开始有那种更年期啊，那种很心意很烦躁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什么我都觉得很烦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现在我不问我跟你是不是很类似，就是好像有时你来月经，没有你的幻想吧。来月经是因为我们会失调那种。对，我不只是失调，我还失败。我荷尔蒙失败。对。我不知道，就我不懂你有没有那种感觉。可以这样子讲。有发烧没？没有。心病来的。你不舒服？不关你的事。可是我真的心，第一，就我心情真的不是很好。然后心情不好啊。因为我不想跟。OK， 你关心不好。你懂我的感觉像我吗？那有人讲，哎，我飞，我飞。不要肥可不可以？什么？人家都肥了，你不要肥可不可以？下去我叫你先不要跟我不好。我试看。不可以，我试了。我今天是需要一个人睡觉。那我自从跟你同居了，我每一晚跟你睡，你呢？我每一晚呢，每一晚呢，365天就365天，366就366，没有一天是哇。不要跟我睡，是不要跟你睡，只是今天我需要一个人冷静，我怕可能半夜的时候啊，我会。你去外面冷静先啊。What？ 又不是你出去外面呢？所以你要我去外面啊？今天呢？如果明天。如果我不要。你没有的不要，爱情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男生让步就是女生让步的。今天就我真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。所以你是要我在外面一下，然后再进来一下。OK， 我刚刚已经有这样子探讨了的。如果你一下在外面，一下在外面，你从今天开始在外面睡。如果我明天心情还没有好的话，可能你要在那边多一下。如果后天还没有好的话，可能你要在那边多一下。是直到可能我心情那个就是那个月经啊，男生的那个月经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女生是多少天的，一个星期4天啊，可能要需要4天啊。所以你要我4天都在外面？是你在外面啊？你可以让一下我吗？可以让我这一次可以吗？所以你知道我睡外面是睡是不是休息是睡觉？你不要跟我睡，什么？因为我别生气我。我不是生气你，我跟你讲，我好像来月经这样子，我荷尔蒙失调到啊，内分泌失败啊，就我不懂怎么跟你去解释这样多东西。你上网查一下，有啊，20多岁有男生要更年期的有了。有，可是为什么你要我睡外面呢？因为我怕等下我可能。你不要，你不能不要，我怕等下我得罪到你，你又啊，你又不爽。我们就不要讲话，就睡觉。你能呢？我不能，你能罢了，我不能。你不能的。OK， 你现在试试看。OK。你看你就不能了，你的 OK 就不能。没有 OK 是在睡觉。OK， 我们现在试试看不讲话来，看一二三。你看我不能，我要讲话了，我就是。我就是不舒服，我真的不舒服。我终于，所以你不舒服，我一定要来到房间。如果你突然间需要我，哎，我会 call 你。我在你旁边，我真的好哎。我不是有这个吗？哎，你那个东西，哎。哎，不找我。你那个东西得。我来。你看啊，你看，是不是？你直接凶我了，你凶我就不能了，我会很憋气，我会很堵了。你是有什么心事？你放过我啦，可以吗？因为你可以睡外面嘛，一次一天 ，please。是我做错什么？
你没有错，你没有做错，你可以让我一次吗 ？Please， 就一次罢了。我帮你按摩。你不要按，你越按越我很烦了，你知道？我没有玩。我帮你。包完了 ，OK。真的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，OK 我。我不是出去睡，因为你要我出去睡是吧？我想要分开睡。为什么不可以分开睡？我没有试过分开睡。有，你刚刚你还没有跟我同居的时候，你是跟我。什么跟你同居啊？对，那偶尔你要想一下，可能你跟你朋友 ，OK， 什么 staycation 啊，出国旅行，你就这样想象。有，你有狗。没有。OK， 你在外面，你我啊，你可以出去睡嘛。Blanket。罚钱到怎样？你罚钱到怎样？你现在反省了，就是你现在明白整个道理了吗？有没有偷偷？有没有？你在外面啊？你不讲，你在狗家后面一个人，那你可以偷偷。因为我刚刚发现到了，我不能，我是想一个人，可是我又需要有人的陪伴。我是想一个人，可是我又需要有人的陪伴。可是我需要，我需要一个人的冷静，可是我需要你的陪伴。有时候我跟他讲，我跟他讲，我在里面陪你。做人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要讲话，在你旁边睡，然后你赶我出来，然后你再出来跟我。我想要跟你讲话。不要。这有什么意思？我赶出来对不对？坐上来。所以说呀，你是觉得你要在外面睡，还是你要在外面睡，我就进里面睡。OK， 我们两个一起在这睡。我不要。我要。我要两个从此以后在客厅睡。你自己睡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有这种男人的来劲，你讲。我不懂你在讲什么，是你到底要回家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要你有时候要体谅一下你的男人。我体谅，我睡不出来睡啊！你终于出来，我没有该叫你，我也没有。出来睡就没人陪我哦。你一定有快睡啊。对，可是我就是需要一个人睡，可是我又需要你的陪伴，你要平衡一下你自己啊。一凡，你现在在讲什么？笑笑笑，老笑呗。哇，你需要这样凶吗？我当然凶啊，你这样对我。其实我心情不好，你也是，姐也是这样子的哦。所以你要跟我睡啊？不要。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讲过一次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睡？不要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睡？不要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睡？不要。Heavy Cam。No。Heavy Cam。啊！第二个，还有这边啊。快点给我，你不要喊喊喊，是喊你快点给我。哎！你再来让我在外面睡啊！我锁门，你不要跟我进来啊！哎，我心情不好啊！你说锁在外面。